老大是天选之子，是叶法善钦定的对付太阴山的人员，只有他才有机会进入太阴山，他们不能废了老大。老郭沉吟道，那听你这么说的话还真是这样，不过最大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证据来证明啊？呱呱瞪大眼睛看着他说，这个要什么证据啊，我就是证据啊。你是谁？是法术界一代宗师还是阴司大佬？你说的话他们为什么要信你？就算他们相信，找你要证据你又怎么能证明呢？二当家，你太单纯了，你是小师弟的门人，关系在这摆着呢，他们完全可以说你是想保住小师弟故意编造的谎言，这不能行的。大家仔细一想，也的确像老郭说的这样，一时间也都没了主意。那怎么办呢？呱呱失望地说道，不能让他们剥夺老大的位置啊。废话，茅山掌教如果被开除，这面子丢大了，更重要的是一旦他被开除，就等于被盖棺定论，证明他犯了错，茅山历史上还没出现过这样的例子呢。茅山在法术中的威望也会一落千丈，小师弟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老郭深吸了一口气说，我再去跟小苏商量一下吧，回头去见见几大宗派的掌教，探探他们的意思，劝说一下，目前也只能这样了，如果不行再想办法。大家也都赞同这样，一起商量起来。老郭在法术界地位太低，跟一些宗师级的说不上话，苏秦章是代理掌教，身份是够的，就是资历太浅，实力也不行，那些老家伙也看不上他。小青小白决定一起去拜访各大山门，美华要留在老郭这儿。捉鬼联盟中只有他们两个名义上还是阴神，跟他们地位同等，也能算说得上几句话。老郭嘱咐了他们一番，讨论结束之后，谢雨晴问呱呱一个问题，你说什么天命所归，是不是说少阳注定了有一天会去什么太阴山？是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不告诉你，我不想他去。小青接过话头说，老大如果去我们一定都跟着，不过我们也是不希望他去，毕竟基本上是有去无回了。一直没做声的雪琪说道，也有一种可能啊，你们想一想，如果少阳注定要去跟无极鬼王斗，那这就是他的使命，就算呱呱不说，他早晚也会知道的。谢雨晴说，我不管什么使命，听我说完，我是说既然使命让他去，如果说这是命运的话，说不定他真的能做到呢，命运总不能让他白白送死吧。大伙都怔住了，老郭叹了口气说，你这话有道理，不过三分天命七分人力，如果连结局也注定了，那还要人干什么，直接演化就行了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尽量不要让他知道这件事，将来如果他通过别的途径知道了，那到时候再说。谢玉清说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不管用什么法子我都会阻止他的。讨论结束之后，小青和小白一起离去了，打算先去龙虎山见张无生，毕竟这几大门派中龙虎山和茅山的关系最近，张无生跟叶少阳的关系也实际还是不错的，可以先去探一下他的口风再说。美华因为老郭的要求留了下来，直接钻进了神龛上的香炉里，虽然他在人间的时候喜欢像人一样躺在床上休息，不过他对房间和床的要求很好，老郭这里到处都脏兮兮的，看着就不舒服，干脆进神龛里清修去了。呱呱从老郭这离开之后又去了清明界，空界的界河两岸因为是空间裂缝的所在，已经形成了师族和空界联盟的比争之地，在经过几次战斗之后，如今是空界联盟和师族各自占据了一边，严阵以待。空界联盟为了方便人间和鬼域的来往盟友，又开辟了好几处空间裂缝，呱呱走的就是其中一个，出口就在青丘山上。为了团结在一起抵抗师族入侵，青丘山跟禅教势力已经和解，之前星宿海一战就好像没有发生过，现在双方一致对外，青丘山现在管事的是阿紫阿黄和几大护法，
号召空界所有妖族一起在青丘山成立了一个临时的指挥所，几大妖王坐镇，一起监控前线，调兵遣将。呱呱和小青等捉鬼联盟的成员在这里享受着最高的待遇，这也是遵照小九的遗言，把呱呱他们当成自己人。呱呱因为是捉鬼联盟的二号人物，在这里被群妖称为二爷，每一次见到他都恭恭敬敬的，呱呱自己也觉得挺好的，不过内心还是有些落寞。他并不想出风头，只是想在叶少阳的身边当他的小跟班，听他的差遣，什么职位名分对他来说都没意义。从空间传送点出来，呱呱一个人上到山顶，进入了妖宫之中。阿黄听侍从说呱呱回来了，立刻出来跟他相见。有没有主人消息了？一见面，阿黄立刻就问道。呱呱摇了摇头，阿黄叹了一口气说：二爷，后山来了一位神秘人，指命找你，已经等很久了。找我？谁啊？呱呱很好奇。没报姓名，不过是从师族占据的地方过来的，有可能是师族的人，但是他对我们很友好，只说有事找你面谈，所以我也没为难，让他在后山下面的小屋等着了，你快去吧，不过要小心点。呱呱道了谢，出了妖宫，一路下山过去，心中充满了疑惑，师族那边来的人找自己干什么？一路来到山脚下，找到了阿黄说的那个小屋，屋里头黑乎乎的，呱呱保持警惕，走了进去。屋里站着一个人，身穿黑衣，脸上戴着面纱，一动不动地站在角落里。呱呱好奇地打量过去，刚要开口，对方突然伸手朝他抓过来。呱呱保持警惕，反应也是极快，抬手就阻挡。他现在的实力已经很强了，就算与青丘山那些普通妖王相比也不落下风，因此没有退走，而是选择了出手去挡，这样免得对方一击不成选择逃走。